再次谢谢我们的好爸爸妈妈入席就座。好，接下来我有两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要问大家。好，我们的穗鸾今天漂不漂亮？哎，好像是肚子饿的节奏是不是？所以没有力回答哈。我们的穗鸾今天美不美？Yeah。 我们的宝红今晚帅不帅？ Yeah。 祝福的掌声响起，欢迎我们今天晚上一对男女主角进场。祝福的掌声不要停下来，继续响起，送给我们今天晚上一对新人。路上有条，要一起走下去，为了他人是最好。你需要我的傻笑，让我爱你爱得好。爱情就是要只有他才幸福美好。在里面。好，那他们的感情呢，也是像这个的蛋糕一样，一层一层越来越深，也越来越厚。接上就是我们的新人，真正的结为一对夫妻，二合为一。这边你看香槟塔好像金字塔一样，永恒以及稳固。那到这香槟酒的当额呢，也象征着他们爱情呢细水长流，就是象征他们以后一起要走过的每一年、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。对的，敲杯酒仪式。那为什么要交杯酒呢？交杯酒就是象征着我们紧紧的握住对方的心，紧紧的把双方的心绑在一起，手勾手，面对面，双手放在对方的腰。好，今天晚上的第一杯酒呢，也是要特别我们的全场朋友，我们的主人家要寄给我们在场朋友，在这边祝大家身体健康、幸福安康、生活美满、身心荣、万事如意呢，步步高升呢。不服了哈，来倒举你们的酒杯，来三、二、一，起！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我们的双方家长以及我们的新郎新娘，我们可以入席回席就坐。